还有此亭谷，济南名士多。我是来自济南的门德军，喜欢休闲的时候打打拳，写写字，爬爬山。现在经营两家公司。说到我最牛的发明，我认为是2009年我发明的水上回收火箭。首先，我比马斯克搞得早，而且我有几次的实验是非常成功的。现在是已经获得了这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我想成为颠覆家，行业内超过几个国外的大公司。2004年的时候，我综合考量了电动车的一些问题。由于当时的电动自行车的体积非常大，很多的老弱妇孺在搬运当中呢是非常吃力的，所以说我就想做一个能颠覆性的，让哪怕小孩子都能拿得动的一个概念。当时呢，为了这个概念呢，也是废寝忘食，一直也是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切入点。但是有一天呢，我看到马路上有人骑那个偏三，偏三是一种三轮的摩托车，然后它的右边是一个斗，然后呢，这就给了我一个概念，然后我就想把它做成一个独立的动力装置，然后把它非常容易的加在自行车上。2004年我们开发的第一代动力装置是加装在自行车后轮中轴上的，安装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在测试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当通过一些坑洼的路段的时候，动力装置它会弹起来，会造成失速0.几秒，这样的话给一个驾乘体验不太好的一个体验效果。当时由于电池体积太大，所以并没有继续研发，也没有公布，只是拍了视频放在网上加锁并保存。但我预测未来的电池体积一定会变小。我敬佩的人是邵逸夫先生、钱学森先生、邓稼先先生，所以我相信年少的志向和前辈的感染会改变人的一生。时隔了很多年，现在的技术又有很多的进步。这次我们在之前第一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将第一代的庞大的电池改用了锂电池来缩小它的体积，改善它的外观。然后呢，我们还采用的无刷电机，这样的话它的功率更小，然后它的寿命更长。而且我们现在还加装了扭力弹簧，扭力弹簧呢，它就是让动力棒呢时刻贴附在地面上，遇到坑洼路段不会弹起，这样的话我们就彻底解决了之前的所有的一些技术难题。动力棒呢，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新出台的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来制作的。动力棒集合了非常多的功能，比如说刹车断电，这样的话可以让骑行者在行驶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个人身的安全的保障。它的这个速度是每小时25公里左右，续航的公里呢大概是在25公里左右，它的充电时间呢大概是在40分钟左右，因为我们有一个独家的快充技术，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适用人群非常广泛，比如说平时上下班的白领，或者说是这个送餐人员，或者说是代驾，再就是出差人员，以旅游的，所有的骑自行车的都可以应用到动力棒。我是一名代驾，动力棒这款产品对我来说是十分便捷的，因为我觉得代驾三个最大的缺点，一就是我们打开车主的后备箱容易对车主的隐私造成窥探，二的话就是容易对车主的车造成一些刮蹭，这种刮蹭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损失。三就是如果车主的后备箱塞满了东西，我们的折叠车是没法放进去的。然后动力棒是十分小型而且非常轻便，就是完全避免了我上述的三个缺点，所以我还是希望周围的酒店和宾馆赶快把这款产品引进。这个动力棒呢，只要把它安装在自行车上就可以变成电动车去使用，不管是对于我上下班啊，还是进图出门啊，都非常的方便。出去办一些什么业务的话，他拿着它就可以省去很大一部分的交通费用，而且它比较小，携带也方便，特别好。
当代的白领或者是学生族都可以必备的。平时上出差比较多，每次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到门口也要骑一下那个共享单车。现在呢，酒店提供了一款这样的一个助力工具，几秒钟都可以卡到这个共享单车上。它骑起来呢真的非常神奇，而且速度也非常快，舒适度也非常好。我感觉它像真的像一辆电动车。我们的发明用来惠普大众，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行业不分大小，但是行业的领先可以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增加一点力量，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今天这个发明人啊，就是一个发明狂人，他叫的门德军，他有60多项发明专利啊。这个动力棒，能够给我们骑自行车能够提供动力。这个市场啊，如果跟共享单车合作在一块，应该是一个百亿的市场。袁胖非常看好这个项目啊，也非常佩服这个小伙子。如果对这个动力棒感兴趣的，可以联系他，也可以进我们的栏目组，哎，把我们栏目组的电话，下一步关注他的时候呢，多多关注我们发明迷，好不好？我们给你推荐最好最新的发明项目。